这两天出来怎么样哦？有哪儿不舒服没得？脑壳痛。就是脑壳痛啊。我会一直在家里叫我妹妹的。等过几天你爸爸给你结束了，舅舅就来送你们上去。不要慌，舅舅照顾好妹妹，听到没有？好。在干啥子？你们几姊妹？姐，你让我去叫你们哦。二妹，外公外婆回了，听我外公说，舅舅要出去了。走。来，跳舞。来，跳舞，三妹。妈呀，我出去了，你看娃。儿子。二爷上来了没有？我们奶奶打电话。好。把声音关嘛。快一点。奶奶，这两天出来怎么样哦？有哪儿不舒服没得？脑壳痛。就是脑壳痛啊。吃得进去吧。吃不得。吃的。这吃点儿啊，然后多吃多餐噻，小王，你一天多了两回爱吃，吃少了点儿可能有哦。啊，就是多了两顿爱吃，只要没那儿不舒服的，脑壳痛慢慢来，你看脑壳动了手手开了一个口口的，肯定有点痛噻。咦，妈妈，喊奶奶们儿，奶奶，喊奶奶来。你看屋头进去就比较娇，亲家在屋头，你安心的那点，你别想多，而且再想到屋头的话，你脑壳就本来就痛而更恼火。你要明红墙要回家啦，屋头你就千万别挂念到，好在你自己那边养伤。痛得扭不得。痛得扭不得，你肯定痛噻，你要嘛，你中午就只有打点止痛针，吃点药。有药。哦，有药啊，痛嘛就你痛得很紧嘛，又喊请我跟医生说噻，看有点药再改一下没得嘛。要不得啊。有弄残了可啊？又不得慢慢来，你要想一天两天就好了是不得行。走，我们出去耍。哈。还有包包没得？打火机过够了不？够。一个吃过吗？打火机过。一个哪一个？快点。快点，拿包包了，快点，那个娘娘开拿包包了。外公，我还要买牛奶。买什么牛奶？其实个娃娃就够了。哼。外婆。你几外公出去买点啥酒？就买这一个馒头。你别喊了，我去买点奶了。他说我。吃这一个馒头就好了。哎，现在你娃儿有个馒头吃的不错了，哪个馒头没得吃的？要吃啥子啊？你那馒头干巴巴的，你吃两个嘛？你看你娃儿买豆角啥子，还差不多。没买豆角嘛，屋里有牛奶的嘛。今天我就少开几块钱了嘛。你那馒头买不买啥吃嘛？你看你娃儿买点包子啊，你我买点豆角行嘛，差不多嘛。我本来就买钱的，娃儿去出去耍，包括弄动么了么了要吃东西，就得嘛两三块钱。娃儿一这会儿来长身体，你看买的我小笼包子嘛，道理嘛多少，你没有点肉噻。你光是喊我买三斤东西啊，你这能见我脾气噻？我瘦包包一样空的。你要看钱你把我不要的，家里柴米油盐你啥都不管，你今儿个才得可能管，来吃东西，我中么了么了么了两三块钱，本来说打火买一个包包的，结果一共没敢买了一个。你要不要再扣的哦？三个外甥打火几个包包？我给找一下，看找多少钱嘛。我钱啊，爹嘛，有没有买条猪？没买条牛的，我说。大妹阿姨，你跟妹妹去打火买的东西，看买喜欢买谁家？谢谢外公。村长姐，你们要买什么东西？外公给了钱。妹妹又不敢想了，嘿，你自己去买就来了不？
吃的嘞。吃